啊，忘了给值得尊敬的敌人。连败啊！就是他们要准备自考。连败几场啊？三场、欸。我真的败三场。很多嘞。啊！哎，有一个观众突破盲点，我真的要说解负面效果啦，解精化是什么东西？解负面，解精化干嘛？解净化，解净化，对啊，我们都是讲解净化，奇怪，怎么办？我被净化了，快破解！自己的净化自己解掉，没屁用，印记还在。啊！有人要撞我们？为什么一直讲我是第一个回你的？他、啊、就是看到就回啊。而且每次累的时候，声音就会变很萌，就是变很萌，变很萌，魔录用，魔录用。Hello， 阿贤，阿坚呢？哎呦，我的马奶源，我会那个哎，看不到奶源，奶源就是奶绿是吗？被发现了，就是一个观众打错字。哎呦，这个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哦，他放生的。变伊芙琳，阿健很累的时候会变牛，好猛哦！这是一个牛的概念。牛，还有谁？不是牛，是牛，牛。赵信，爸爸有只小鸡。又是赵信，啊，不然。好，妈妈有这里哦。赵信吗？不然，勒布朗，勒布朗，赵信好了，赵信，赵信会一直嘟人，很可怕。嘟，对啊，他那个感觉就是嘟，啊、那是跑不掉吧？对他嘟两下，他又可以再移一次，哦、他又嘟两下，这一定是过亿的。戴瑞刚刚讲，他一定是过亿的，他一定是过亿的。过亿，过亿，你好过亿啊！过亿，你好过亿啊！他叫我不要吵，对不起。哎、啊欸，你室友为什么要叫我不要吵？你为什么要故去？你不要看，想回到故去，想回到故去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故去看一下？你要不要过去一下？他们说的那个过世还蛮好听的。过世吗？他们说的过世。我觉得这场玩的还蛮过的耶。在玩伊泽瑞啊，过宫博物馆。过博物馆，过宫啊！我把你记故，大故三只，其实蛮多人的。姑姑，他们吃了。顾儿，快顾快顾，顾儿，快顾快顾快顾。姑姑跟顾儿，醒着的还蛮多的，我以为都姑姑睡光了。姑姑，丢啊，一直丢啊，哦，哇塞，那个露露的 ID， 因为他那堆球在那边。嗯，再加一什么、啊？嗯，我跟他们说是还醒着的加一，还行、哦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。继续打加一的全部扁掉。我在想，我还以为都睡死了，然后突然说不要洗，不要洗，加一不要洗什么？是加一，开始喽！你是有兴奋的皮的，有不洗？你兴奋个屁！让我问打人中啊！你兴奋到我们这边来了？你兴奋到我们这边，起来超不妙的啦！有好在录哦，团长。眨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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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行 go go 眨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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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眨眼好 what 卖人的节奏吗？没有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会传过来之后，然后挂在那里。
有可能。偷偷露出来。是下雨吗？为什么？你刚这边都会下雨啊。回到过去。现在才知道。都没有人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因为他们在上。嗨嗨嗨！哦，他不是用 Q 啊，你太激动了。啊啦，垃圾有没有？就是这里了，我们就是在这里打的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弄我，他一直弄我，哎、欸，帮我弄他，弄，不是。我不行了，我先退场。这样跑比较快。弄他，弄到他妈都不认得他，快点。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No！ 哦，是啊 ，Yes！ 哇，一个4-0呢。我们来玩那个， oh. 玩我们来玩那个好了。不要，我想赢。哈皮，我想赢呗。你要中吗？还是给我？看你啊，我都可以。我好，那我中路。好，我中路。遇到谁嘞？欸、为什么你反着丢会比较快、啊、因为他 Q 飞的比较久啊，他丢 Q 会加跑速啊，啊，让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。哦，对，小技巧，小技巧。是后盾在帮你扛伤他的啦。哇，只有我的兵剑。只有我的闪耀天卡。哎、欸，如果把，这是怎么讲？赚钱喽！现在没有调那个字体放大，如果现在调字体放大，那个数字看起来是不是会很爽？那有人在打野，就爆炸的数字是吧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怎么没想过啊？对啊，找时间来调一下。一顶恨吗？这我没有想过啊。对啊，这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哎、欸。Yeah。这是太故意不去了。哇，好猛哦！下次开台能调一下。那、no， 我要被夹击了啦，九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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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哥儿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九哥就这样射到他认不得自己。哎、欸，雷哥，要是飞起来到后面，他会一直秒人。真的？真的？你没有看过狮子王玩雷哥？狮子王，我有看过狮子王。你知道他杀一个人只需要0.01秒吗？对。啊！有人从后面来了，他跳出来就死啊！狮子王。对啊，狮子王啊。对啊，他就叫狮子王。0.几秒啊？0.01。两个 Q， 系统显示新系统就显示0.01，然后把说，哎、欸、是 Q 一，然后那个什么那叫什么，哎、想不起，一剑、欸、是，对 Q 一九头，还有按那么快啊，哇塞，因为他跳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所有招按完了，那个角色做坏了，可是在没有肥到装备以前，听起来很好玩。啊，还蛮好玩的、啊，是吧？有哥就是这样，可以下一场试试。好啊，可是我应该没有办法那么快。哦，哎呀，嘿嘿，你魅惑在你的小残血小兵身上就好了。魅惑，卖照有了。魅惑我吗？你对啊，你魅惑在你的残血小兵上面，他就去补兵了。耶、yeah ，有道理耶，一直 Q 小兵。抓到了！呀、yeah ！来挑衅一下，不是挑衅。啊！啊靠！哦，太挑衅了！一到了，对啊，我想说我有R了，看能不能飞一飞看。他已经觉得很烦，这个题目一直隐形跑出来，偷射他。那等一下就一直 Q 那边，一直 Q 那边。那你要在他还没讲话以前，位置是不是看得到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看得到。然后在他还没讲话以前，就对他说：“爽啦、啊！”不行，这样我就被 Lucy 了。我不允许我的人格变成那样。狮子王出来，狮子王。
真难回血。哇，快死嘞、欸！熊哥哥，哦，熊哥哥。哦哦，四十八中去了，他用跳的吗？干嘛？他用大绝，我看到金丹拿到了。熊哥回来，你看到金浩那瞬间，嗯，哇，你就白去了，而且被他丢到一，还有问动。对、啊，他在空中的时候就可以丢了，所以基本上每一招都丢得到。未完的虚值真的很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，很可怕。哦！小孩子在哭啊！哎哎，想干嘛？我不知道。因为在后面会不会变很可怕？因为你治不到我，阿诺。你去丢他。阿诺，我来杀他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来阻止他，我来阻止他退撤退。哎哎哎，谁、欸、谁、欸、取消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取消了？谁取消了？他被晕，被晕到。傻傻的啊！哇、哦，谢谢。不然我想说，我一个冰剑冰到他。I'm sorry。啊，我看你们是不太行啊。我又不会又被抓了。哎、欸，住手！各种奇怪。是掉进啊！漂亮。总塔要掉了哦。Nice，Nice， 坚持得点，没错。哎、是哇塞，好猛哦！哎、空大，哇，好痛，好痛哦！是不是死胖子那个就这么痛啊？死胖子，你不是我妹妹吗？真假的？中女是爱心妹妹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是吧？都是公，不是而已。哦，他们是婚姻政治。哦，一次，有两个。哎、欸，不要给我踩香锅！跳出来，去，他一跳就死了，我没办法。过来。哦，打了王八蛋，打了王八蛋，再打了，打了王八蛋。不要，不要。女，中女，救我！什么？中路有谁吗？成功！丑死了！哇！我跑不掉耶！哇！哎、欸，这大兵剑很准哦！我靠！哎、欸，哥，我剑没有很准，两个刀。啊！好坏哦！哎，狮子来了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好痛哦！谁的大？哎、欸，亏我这大兵剑算的那么准，真的就他三千。一个逼迫的方法。对面好猛哦！哦，怎么难玩啊？你说话了，原来你是会说话的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这是我的声音吗？不是，好死啊！没有那个可以用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起射大绝上去。拜喽！哦，哎、哦欸，那是敌人的，那是敌人的。我的血鞋，女圣将。哦，天哪！原来我还没点出。你好，大姐。哎、欸，快跑！会害到我。快跑！防到还是低能儿啊！我没有死，我没有死。我要反杀他们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杀人喽！杀人喽、欸！没死，我没死。Why？ 不会。然后你又被绑住了，你又被大弄到了。被他弄到了，被他弄到了，一瑞为什么去上路了、啊？哇，坏掉！你大绝几秒放一次啊？好帅啊！十几，这很好玩。哇塞，好痛！中路小心，中路小心，狮子王在旁边，果然来了。哇，这么漂亮！杀了这个家伙！杀了，漂亮！呜！
好猛哦、喔！那小看、哦、各种的下场就是这样啦。一个 nice play。哎、欸，秘密。哇哦，清到狮子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看我 Q 怎么丢，来不及了。怎么样？有人想回家？来不及！可恶，来不及！哇！里面有鬼！上上啊！可以！哇！放一个香菇在这。他们要来！狮子！快跑！我又亲到了！你还是死了！你们！我亲到了！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救你了。大兵军支援中路，没问题。好吵！哎呀，他们往前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哇，又清到了、哦！哎，小心！被被打死！死吧！你为什么不死？不会啊，你干什么？这里，我想看烟火啊！不是，我不要，你吃屎！凶不凶啊？哎呦！哎呀！哎，对喽，大兵舰支援你。好，后面有狮子。哇！哎，他 CD 好快哦。哦不，痛哦！他 Q 你怎么那么快啊？死了！为什么？他踩到被踩到香菇。路边捡到一颗头雷。不要！哥哥。哎、欸，差一点。哎，香菇还是狮子踩到的、欸，不是伊瑞踩到的、欸，是别人踩到。对。哎、欸，十秒后才有船，哇塞！大兵舰来喽！来了我也不能干嘛，我只是一个。我要船下路啊！快跑！我要船下路、啊。狮子开大。哎、欸！狮子在这里。应该不会饿了吧？冰箱有卤味。有卤味。好。我要卤味。哎、欸，狮子为什么不叫我在这？看过两只。怎么跑得掉？我哥，有麻烦你要吃就把它吃完吗？可是冰箱有卤味，卤味吗？哎呀，去死吧！哇，不要！有了啊！还有人吗？哎，九哥，不要破坏我的那个种子花园吗？可是冰箱有卤味啊！烂角色，可是冰箱有卤味，好吧，那就破坏吧。真的，烂角色，真的有卤味，真的哎、欸啊，因为我想也是因为冰箱有卤味的关系。哎、欸，这个还在踩隐形了，要跳了，哎、欸，没摸到，哎、欸，我有助攻哎、欸，他就是踩了两颗香菇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到他怎么走那么慢，对他踩到我新精心布置的香菇阵啊！不是在等我清，对，这叫粽子阵。我来解决他。我看到了。不是阿谦，他那个 Q 就算没有杀死小兵，也很快就好了。想打。他的 Q 真的，你就是要直接，你要直接离小兵很远。他跟赵信有点像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哎、欸，我开加速哦。你有加速可以开。哦，那个、啊、我有鬼刀，我鬼刀。哎、欸，中路小心，中路小心。我知道，我在小心了。喂，快跑！咦？他很不友善。没关系，我的香菇也没有很友善。哎、欸，助手，助手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玩死你哦！他闪现了。我们可以处决他。
咦、欸，我就在这边再做一颗啊！你要猜是不是？啊啊，你要猜，这、啊、还有、哦。才有传送，糟了，小鹿掉了。我打。是在这里。烂角色。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出红眼？不行！哎、欸，你们偷吃，让他辛苦一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谢。啊、哦，好难玩了、哦！我决定以后不玩 NG 了。NG、啊、每年就打这么一季的啊，快打！这 AI 怎么会改啊？这个三元的破解，哎、欸，歪掉！你知道 AIM 最后跟普罗王一样吗？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丢雪球就过去的。我竟然是 Shutdown！ Shutdown！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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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。嘿嘿，哦，狮子在家里，他等一下会用守护家园，要大绝飞出来。好，看我能不能再清到他。来个神清，看到惊叹号直接往那里丢。对，没错。爆开了。四个人，他是不是应该不会过来？是吗？是我就会冲出来。哦，冲出来了！果然是武林惊叹号，没看到。快，超快。对啊。哎，鱼竿加湿。有了，再开一个。哎、欸，原来我没出金的啊！大嘴就逼迫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没有传送。好了啊！我大嘴飞过去了。他传下来。看这位中下。上中了。哎、欸，上路上路。你是 AD 哦、喔，感觉这次比较不痛。没事、欸。对，他是 AD。哎、欸，不要激动哦、喔！完了！不激动哦、喔，干什么？糟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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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还有奶绿，快跑！有！我要死啦！你们还没开始夺皇冠吗？皇冠对啊，从他原本我在死瓦尼的那个艾希的话，再冲冲就有。哎，那我没办法。次要任务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最终还没十八等，你说谁先杀掉对方吗？会怎样？会有皇冠在头上。哦，没有，你看他穿不进裤，搞毛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歪歪的，是个算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看到锤子？我快猜，要结束了。哇，你好痛哦！快猜！有、哦、我加速了，让他们一下吗？阿福 不行，再让他去就要输了。对啊，那狮子太恐怖了。耶！狮子好像好玩哎、欸。啊，还蛮好玩的。要结束了，狮子王要发挥啊！啊，香菇真的太猛啦！这提摩的香菇根本就在开玩笑。是在开玩笑啊？就开玩笑吗？是啊。休息啦，休息啊。耶！好。啊。拜拜！哇塞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巧克力嘞！这个声音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睡觉的意思吗？你知道刚刚那卤，你知道刚刚那卤味是谁的吗？谁的？是我的。你的？什么卤味在冰箱？我忘记了。冰箱因为有卤味，因为冰箱有卤味。对，你们有要吃卤味吗？现在送过来，立刻马上。他今天不吃。哇靠！外送！哇靠！现在送过来，否则免谈。快好腰了，送过去啊！不要进，太远了，没有进去、欸，再腰一次。你进来了，我这边没有进去、欸，哎，要重腰。我把囧哥挤掉，不、欸、然、啊、你把囧哥挤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的位置给你们玩。不行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进去了。不行，我好累哦。他
那先不行啊，你一定要跟我玩个一场啊。阿坚，你这样不行啊。那这样你满出来啦。我满出来了。喂，要怎么分？谁要打？要对你先灭。不如就来打内战吧。打内战，内战够啊！好像够哎，够啊！还有艾伦哎，对啊，有艾伦。我刚好十一个人。你们认真的？你都可以踢足球了。打内战是很可怕的事。对呀、啊，闪电十一。好了，算了，我觉得我在那队都会很可怕。啊、你才会生气嘞！我才不生气。你最会生气，我知道要怎么不生气了。你讲啥了？你不要玩。然后嘞，鱼干掰了，大家快点跟他说拜拜。好厉害！啊，通话不见了，观众哟，你刚怎么不见了？幼稚，幼稚，很幼稚哎！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出去？我不容易提出一个对大家都好的建议，你还把我踢出去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出去啊？我不懂。哦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推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推我？为什么要自己出去？哈喽，大家好。现在有谁？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啊？不是要打内战吗？没有啦，不要理。你这样太过分了吧？打内战太可怕了，太戳人了。打内战还可以啊。啊，现在捡一个。当要按下 R 的那瞬间，还是要今天玩？因为我们这样戳人。进进来，进进来，突然有一个进进，好吵啊！不要玩那个，好吵啊！那个，不然我知道了，你们就进进进来，你们就两边腰，然后互相排，要撞到就是命运中注定要那个，是，然后没有撞到就是分开玩啊，命中注定我撞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创意，好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响屁吗？我拿我要拿纸滴出来了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哎、欸，有了没按？喊嘞！哦。刚刚那天跟你去没？我可以打内战的 AIM， 可以啊，内战的阿福的 AIM 哦，内战又阿福又不行，这样会让我想起来上次有人要有马上我可以有啊，你可以帮忙壮大声势，谁是那个地什么的？是啊，谁啊？地瓜人，地瓜，地瓜，地瓜妹。我送啊，嗯，地方妹是你，反应好快、喔，你要拯救世界了吗？是啊，你抓人，谁没按啦？你要怎么打击坏人？吃地瓜，你要怎么打击地瓜人？吃地瓜，吃地瓜，不是放屁给他听吗？放屁给对方，对方就吃地瓜放屁。好吵、哦！吵死了谁、啊？没按啊，有三个人没按哎、欸。那我用低音的。哈哈哈！拉拉脸。你这样有那个讯号变得很差哎、欸。伊芙琳，那我安排的一个人。他现在玩什么啊？抖音神器吗？勒布朗。快点快点，我要玩谁？不是、啊、我玩谁？我去厕所、哦。你要在玩什么、啊？你是说那只蝌蚪哦？对啊，要变怎么买那么快、啊？就只有我的特别快、欸。奶绿，还有一只，嗯，还有一只，看谁 ？Re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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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萨科，哦，萨科，萨科，萨科好，萨科在哪？这个可以用一个意义把人家玩死的角色。为什么他不能用英文来搜寻名字？因为你是台版。可以把它改成美版的，美版的选角吗？啊，那个谁在哪里？狮子嘞？狮子叫什么？雷哥，雷，打雷 ，L A G。台版打英文搜不到吧？嗯，对啊。上路吧。
那我客家式的教室变成这个怎么办？啊？我要去上路啊！那就，可能是因为冰箱里有卤，有什么我忘了卤味吗？有卤味啊，冰箱里有卤味啊。在冰箱。千鸡，该不会是因为冰箱里有卤味吧？我拿了一只鸡过来吃。什么鸡？哦不，我有家里哦，真的有家里。有人从日本带了一些鸡回来。从日本带一些鸡是日本鸡吗？呀。你先休息喽，大家晚安。去啊去啊，你都去休息啊，好啊，都去休息啊，好好休息啊。对啊，我是要好好休息啊，不然我快怎么样？快怎么？快要起飞了。绿巨人浩克，你说起飞是这个声音？我记得刚刚讲到绿巨人浩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有人说了什么？